这个菜好香，知不知道它叫什么？那是啥？珍珠花菜。哦。我早一点回家煮汤。为什么给它取这个名字？这么好听。刚刚去街上问了一下，这种一小把就要3块钱，够了，回家煮。稍微摘掉一点。这种菜不仅可以煮汤，还可以煎蛋，再可以煎。就刚才洗掉血水。买了几块猪血，这一块是那个板筋肉，我也不知道是猪的哪个部位，这块肉特别的好吃。来把板筋肉和猪血切一下，猪血切成小块，蒜头快点剁碎，锅烧热了，下油。把蒜头倒下去炸一下，炸到蒜头黄黄的，再来加鸡粉。汤煮开后，把猪血、板筋肉、猪肝一起放下去煮。煮开后就来调个味，一点盐，少许的鱼露，再把菜倒下去，最后来点胡椒粉，慢慢均匀就可以出锅了。珍珠花菜猪血汤就做好了，味道鲜美，营养丰富，功效还特别的好，喜欢的朋友可以试一下哦。